休游人间，一生能有机会真情兑现。虽然面对苦中多于甜，太多的心事把爱有庆，有庆，你醒，一睁开眼睛，只看到你，是天下最幸福的事情。昨晚是个意外，我们可能都喝多了，玩得太疯。过了今天，我们就不要见面了。不，我们结婚吧。可是你妈她不会赞成的。我不要别的男人把你娶走，这一辈子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会痛苦的活不下去。或许现在不了解，但是我们结了婚，他不会怎么样的。始终，我是他儿子啊。家老爷跑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啊？哥，我的事，大概都知道了吧？听妈和大嫂说了，如果你是要我在她面前请你说好话的话，我想办不到。哥，我不是向你求救兵的，我是来邀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的。
小弟，妈说了没错，你真的被那个女的迷昏头了。哎，你还年轻，容易冲动，而且婚姻不是儿戏。这件事啊，你要冷静考虑考虑，不要这么莽撞来决定婚事。OK？ 哥，怎么连你也反对呢？你连听奶的面都没见过，你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人，你就反对我做的决定，你太没有道理了吧？我虽然不认识你的女朋友，不过凭她的条件，我认为她并不适合做你的终身伴侣。你应该找一个年纪和你相当、身份的背景都相同的女孩。你不必告诉我应该怎么做，我已经做好了最好的选择，那就是我要马上跟Tina结婚。我不怪你反对我们，因为你不认识她，你不了解她的好。也许是吧。不过酒店是个复杂的场所，一个女人能够经营酒店，要是没有点手段是行不通的。可是Tina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子啊。哥，请你不要对她有成见好不好？也许是我的成见，不过你是我弟弟，我必须为你着想，在这世俗的标准之下。够了够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管别人怎么看待我们婚姻，我也不会理别人是否反对或者赞成，我都要跟Tina结婚了。我没有恶意，哥，我对Tina的爱就像你当初对大嫂一样，当你遇到一个你喜欢你爱的女人，你就会渴望跟她在一起，一辈子在一起的，就好像你当初对大嫂一样这么渴望结婚啊。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地点选在哪里？原本我们是打算办一个婚礼，可是现在妈反对，我想她一定不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做我们的主婚人。我跟Tina商量的结果，我们公证结婚，所以我这次来就是邀请你跟大嫂参加我们的婚礼。我一定到。这女儿结婚是喜事啊，你叹什么气？我就不相信你能放心得下。来了来了，妈妈，新娘子出来了。而且新娘子很漂亮。嗯，谢谢你们两位对我的养育之恩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，再会了，起来。虽然女儿今天出嫁，有了自己的家庭，但是我还是家里的一份子，是你们的女儿，永远都是你们的女儿。当然。你当然永远是我们的女儿，你生长的这个家也永远是你的家。对啊，姐，你放心啦，爸绝不会把你当成泼出去的水啊，我就是最好的证明啦，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，爸还是像以前一样的宠我，害得我现在脾气都跟小孩子一样，没事啊还跟我这个宝贝吵架斗嘴呢。对啊，妈常常跟我吵架。妈，妈，你不要哭了。我不是难过，我真的不是难过，我是高兴，高兴的忍不住。你这样说不是让女儿难过吗？结婚是喜事，快快乐乐就行了。对呀对呀，爸说的一点都没错，终于能够看到姐姐情感不再飘荡，安定下来，这才是我们大家最希望看到的事啊。嗯，对对，依安说的对。我真的非常谢谢你们
能够接受有庆当我的丈夫。姐，你就别见外了，一张脸哭得脏兮兮的，今天可是你的大好日子，可千万哭不得。笑一个，新娘子。来了来了，哎，姐夫，快请进来。这新郎来了。啊，谢谢。啊，伯父伯母，我朋友慧宁、小周。江贝贝、江妈妈，你们好。啊，江贝贝、江妈妈，好，你们好。啊，伯父伯母，谢谢你们不嫌弃，不嫌弃我一无所有，答应把女儿嫁给我。你不用谢我。我女儿的婚姻能够幸福，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最大的愿望。你能好好的待我女儿，我们就满足了。你们放心，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。我一定好好爱缇娜，尽我全力给她幸福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谢谢。哦，你等一下。介绍人是哪位？我们两个。哦，嗨，对。我的。不准拉我！有庆。不是，妈，你还有我这人吗？不孝的东西！妈，不要拉着我，不好看了。你居然敢瞒着我跟那个女人结婚，你给我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！你放开我！妈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今天是我的好日子，请你不要阻止我们结婚，可不可以？你又不是娶不到老婆。为什么非要娶一个比你大那么多岁数的女人呢？李太太，你别这么说有庆嘛，他们到底是年轻人，对婚姻都有自己的看法，你为什么不成全他们呢？你当然会这么说，你女儿已经三十好几还没有嫁出去，现在我那个傻儿子要娶她，你当然乐意同意他们的婚事了。喂，你在说谁嫁不出去啊？你要搞清楚，我姐的条件可是好得很，只要她肯点点头啊，想把她娶回家的男人可以从这头排到那头，看着保证把你吓昏掉。什么？追她男人这么多？既然这样，为什么非要缠着我们家有庆，非要嫁给有庆不可？哎，你这么……爸，本来你们高高兴兴的来参加我的婚礼，现在反而让你们难堪。伯母。虽然说你反对我跟有庆结婚，但是请你尊重我的人格，不要再出言侮辱我。有庆、江一秋，公证的时间到了，请进礼堂。妈，妈，对不起，让你们白跑一趟，我们回去吧。
干什么？你在这干什么？妈，原谅我，原谅儿子不孝。你给我回来！要是你不能进去，你不能跟他结婚，你不能跟他结婚。你要是跟他结婚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。妈，你不要这个样子嘛！婚姻毕竟是小丽自己的事儿，好坏她自己会负责嘛。你就尊重她的选择。再说，你向来都很疼她的啊，不要生气了。走，关瑶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就是因为疼她，我爱她，我才反对她娶这个女人。这会毁了她一生的。他为什么不肯听我的话？不听我的话！妈，妈。新郎新娘行结婚礼，请转身向下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恭喜！哎，谢谢，谢谢，爸。姐，姐夫，恭喜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伯父、伯母，哎，怎么还叫伯父、伯母？该开口了吧？爸，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辜负缇娜的。我是想要把酒店顶出去，麻烦你帮我看看谁有兴趣好不好？好，麻烦你了，拜拜。你醒了。怎么这么早就醒了？今天不用上班，可以多睡一会儿啊。今天生意挺好，干嘛不走？虽然你没有跟我说，可是我看得出来，这次你没看你妈的意思跟我结婚。你这么爱护我，我好感谢你啊！你为我牺牲你的家庭，牺牲了你妈对你的期望，而我能做的
就是离开这个酒店。别让人说我是个开酒店的女人。这样，当你面对你妈，就不会再这么痛苦跟遗憾了。怎么了？你不赞成我这么做啊？你为我着想，我很感激。可是我收入……啊，你是在担心我结束酒店的生意之后，要靠你的收入来养家？不，不是我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推卸养家责任，只是以现在我的收入，养一个人是足够的。如果养这个家的话，恐怕不是恐怕。这根本不够啊。这个问题你根本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打算好了。你的意思是？来，过来，我把我的计划说给你听，好不好？我也知道你为了收入的事担心很正常啊，所以啊，我打算把酒店抵让出去，而且我还有点存款，再标两个会，之后我们开一间餐厅，这样子我们两个就可以正正当当的脱离酒店这个行业了。你妈呢也不会对我有偏见，而且啊我们又有收入，这样好不好？你想得这么周到，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好。可是经营餐厅你懂吗？虽然我是没开过餐厅了，但是酒店开了这么多年了，开一间餐厅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只不过我以前开酒店已经习惯了睡到中午才起床，如果真的开了餐厅啊，我就要调整一下作息才可以了。缇娜，我真的很感动，你为了我把已经有基础的酒店关掉，去经营一个餐厅，去打拼一个新的生意，真的感谢你，辛苦你。哼，辛苦的又不是我一个，到时候你也一样要辛苦啊。我？当然喽，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，开餐厅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而是我们两个人的。所以呀，你现在马上去把你原来的工作给辞掉，然后跟我一块做生意，好不好？可是我不会。嗯，什么你不会？不愿意跟我一起做生意，是不是？你很能干，一切都计划好了，而且想得很周到。我一点忙都帮不上，我已经很惭愧了。可是我是一个男人，我不能完全靠你。我完全靠你的话，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，还跟我分什么男人女人，什么老公老婆的。总之啊，这个家庭是我们的，我们呢要为这个家庭着想，要努力赚钱，好不好？成交了，这个店非常赚钱，你顶下来绝对不会吃亏的。这生意要看谁做，希望我接手后能够跟你一样经营得有声有色。祝你成功啊。谢谢你。好，那我告辞了。啊，不送。再见。
是你。把店顶给别人。是啊，这个店当初是你出钱投资的，我没有知会你，就决定把它顶出去。对不起。当初开这个店呢，是为你开的，也就是送给你，是你的了。你想怎么处置它，不需要召回我。结婚为什么没通知我？我想，还是不请你比较好。怕什么？怕我会阻止你，还是？我什么都不怕，而是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结婚了。我想，应该把我们已经过去的事留在过去。嫁了人，结了婚，我们的距离更远。虽然我不认为这桩婚事很恰当，你应该可以嫁一个条件更好的男人。既然你已经选择了终身的伴侣，我只有祝福你。我不知道该买些什么结婚礼物送给你，拿去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吧。需要多少就填上吧，不会退票。我不能拿你的钱。拿着，你拿着。他的经济能力我知道，你会需要用钱。再说，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很想好好的照顾你，就当做最后一次的照顾。我已经是个有丈夫的女人，我丈夫可以照顾我的生活。你的心意，我心领了。不要再瞒我了，好不好？那个小子，他的能力只够养活他自己，他哪来多余的能力再照顾你？你的情况我也很清楚，存款没有多少，房子的贷款没有付清，这个店现在又顶出去了，你要靠什么生活？你要靠什么去支付这笔庞大的开销？我有我的打算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知道你关心我，但是我们两个已经是不相干的人了。你有你的妻子，我有我的丈夫，我们这一辈子可以说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你就你不要为难我，不要勉强我，我会把你这份心意放在心底，以后我们两个就各走各的，过自己的人生。记住，我永远都是你的朋友，你有任何需要的时候，别忘了有这个朋友。谁能懂我？
是啊，累死我了。事情都办好了吧？看你越来越辛苦，我又帮不上你了，我真过意不去。你不要这么说啦，又不是你的错，你没有开店做生意的经验嘛，根本插不上手的。那喝杯水。谢谢。对了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现在大厨呢跟助理啊我都已经找好了，还有呢服务生外场经理我也找到帮手了，吧台冰箱了，桌椅了，餐具了，这些也都没有问题了。印好帖子送来了，你看看。餐厅也装潢的差不多了，只要把帖子寄出去啊，就可以开门做生意了。哎呦，你连一套像样的西装都没有，不行的了，得找个时间我陪你去挑几套。不用买西装了，浪费钱呢，我习惯我的穿法，蛮好的啊。哎呀，你没听过吗？人要衣装，佛要金装啊。你现在开餐厅当大老板了，穿西装会比较稳重一些，又不是开小吃店，还是去买几套西装吧。知道了。勇气，放轻松好不好？别紧张嘛。小林，你过来一下。杯子不能这么摆，要把它倒过来，排成一个圈圈。好，我现在弄。哎呀，你把东西放下吧。别忘了，你现在已经是大老板了。来，到外面去招呼客人。依婷啊。哎，依婷，老板娘下来。哎，依婷啊，你把这盆花再挪出来一点啊。另外啊，还有这个帘子，再把它绑好一点。这里，这边也是一样的。几点？还没有人来。哎呦，你看看，还没有到吃饭时间呢，不要这么紧张嘛。有这么多人送花篮来，就不怕没人捧场？哎，你看看，这有什么要做的？我再进去检查一下啊。哎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你哪呢？你好，欢迎光临，快点请。啊，欢迎欢迎。哎，恭喜恭喜，恭喜你新店开张了。啊，谢谢谢谢，如果没有你们这些好朋友来捧场啊，我的餐厅也开不成了。你们这么早来，我替你们选一个最好的位子啊，来这边请。请坐。你女朋友好漂亮啊！啊，我先去拿菜单让你们看一下好了。坐一下啊，俊如啊，客人来了，快点倒茶。啊，依婷，把菜单给我。好好。我帮忙。啊，我来就行了，你去那边吧。啊，谢谢。哎，依婷，欢迎光临。婷呢？哎，王董，欢迎光临。哎，我说嘛，怎么这么面熟？你就是以前听到他们店里面那个趴车少爷嘛？哎呀，啊，现在在这边打工啊？哈哈，婷呢？婷呢？哎呀，王董，哎呀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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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欢迎。依婷啊。要门打火机的啦，去叫依婷过来，快点。王董啊，你是个美食专家哟，现在可有口福了。我们店里的大厨师啊，是我高薪挖过来的，保证你吃过他做的菜之后啊，不会想去别家了。哦，是吗？那你帮我点几道菜，我可是好好吃穿的手艺啊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。还是辣的。好，有没有什么是辣的啊？
有啊，我帮你点啊。啊，王董，我帮你点了几道好菜，保证你吃过之后啊是赞不绝口。等一下记得打分数啊。好，先坐一下，我不招呼你们了啊。依婷啊，王董，先点点小菜，主菜一会儿就上来了啊。有庆，别在那里发呆好不好？去看看有什么事要做的。缇娜。哎呀，陈大哥，陈大哥，欢迎欢迎欢迎，两位来，这边请。陈大哥啊，谢谢你送我这么漂亮的花篮呢。啊，等一下呀，我替你点本店的招牌好菜，你喜欢吃鱼对不对啊？我这里的红烧豆腐也是不错的，哎，豆腐的做法很特别呀，是加了香菇还有虾米，最后再来个汤好了，酸辣汤吧。发什么呆啊？客人来了也不招呼。哎，你们这么晚才来啊？来，坐，坐这里，坐这里。哎，我们两个人呢，坐这儿。不要管，不要管。来，坐。哎，阿谦啊，拿水过来啊。慧妮，小周，你们来了。啊，我不招呼你们了。哎，交给你了。去啊，我招呼。有没有小蔡？啊。阿谦，小李啊，哎呦，你现在是餐厅的大老板了，真的是不一样，神气。小李腰的，好了，你不要再掰了，点东西。哎，随便点啊，今天我请客。哎呀，你请客啊？那我要点最贵的喽。随便你，今天我是老板。哎呦，大老板就是大老板呐、啊！哎，以前是人家吆喝你，现在是你吆喝人家，不一样不一样，大老板就是大老板。好了没有？再忍耐一下，我把账单结清就好了。缇娜，今天累了一天了，明天再最好。不行啦，今天的账应该要今天结清，不能留到明天的。好吧，那我等你。有庆啊，为什么这张单子有你的签名啊？我看看。哦，我朋友来捧场，我来请客。我也是老板啊，我也可以签字啊。不是你不能签名，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做生意。朋友来捧场，打个九折，意思到了就行了。如果每个朋友来都要请客，我们不就要赔钱了？我知道了，下次不请客了。你要明白，你现在的身份是老板，当老板的有老板的立场，你一定要懂得怎么样管理一间餐厅，还要开源节流啊，还要……好了，老公，我知道了。人家第一天做老板，我知道有很多东西要学。可是没办法，第一天都学会啊。好了，我不多说了，等我收拾好东西就回去休息啊。最近忙得连洗头的时间都没有了，好想到美容院去整理一下呀。不过算了，先到店里去吧，有空再说好了。你想动就去动啊，老婆漂亮，我这个做老公的也光荣啊。我不在店里，万一有状况那该怎么办啊？我也是老板啊，餐厅的事不能全靠你，我也有责任，交给我绝对没有问题。你先到店里去，我洗完了头马上就过去。你不用这么急嘛，这几天你从早忙到晚，一点自己的空间都没有。你洗完头，你可以逛逛街，看场电影啊。行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谢谢。
慢走啊，欢迎下次光临，谢谢谢谢，慢走慢走。哎，你搞什么东西啊？这个菜不是我点的，你送来干嘛？端走。莫名其妙。先生没有醋啊，葱爆牛肉啊。哎，小姐你说什么？你当我是白痴啊？我自己点的菜我还不知道。先生，什么事啊？先生，请问你这是什么餐厅啊？坑人的黑店是不是？我根本就没有点这个菜，小姐硬说是我点的。对不起啊，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帮客人点错菜，待会去跟你道歉。我没有错啊，没有点错啊，你看，葱爆牛肉啊。写，上面明明你写的，我点的菜你写的。上面写的是的话，那就应该没有错了。放你的屁！我什么时候点的菜？你说，没你的事情。你说，我什么时候点的？先生，你点的菜不想吃又这么凶，那怎么办？你少给我啰嗦！我是蓝玲，招老板出来。我支持老板。老板了不起啊，就随便给他上菜了。先生，请你不要用这个口气跟我说话，好不好？那你要怎么说呢？你明明……小李，哎。你怎么可以跟客人吵架呢？你啊，对不起啊，这位先生，可能是我们弄错了，请多包涵啊。依婷，快把菜端下去。等一下，我们讲讲道理，你点的菜不吃是你家的事，可是你赖账不付钱的话，你休想。你要搞清楚哦，从小到大我们全家都不吃牛肉，就算杀了我也不会吃，我怎么可能点这个菜呢？是存心触我眉头是不是？岂有此理！莫名其妙，不吃了走。先生，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先生以前没有做过生意，他不懂规矩，是我们不对，我替他向你道歉，请你多包涵了。啊，我看这样吧，现在你到别家餐厅恐怕也没位子了，坐下来慢慢吃啊。这些菜呢，我就算你八折，等一下我另外再奉送你水果跟甜点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好意思了，请坐下慢慢用。有庆，有庆，什么事啊？你有没有看到30万呢？我明明把钱放在这里的，我明明把30万放在这里的，现在不见了耶！你帮我去问问他们，有谁到过办公室？你别急吧，我用掉了。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刚才那间安装厨房设备的公司来收尾款，我就全付给他了，一毛钱也没掉，你放心。你把钱都给人家了？我不是给，我是付款啊。啊，收据在这里啊。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付现金给人家，开一个月的支票给他也就行了。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，怎么做生意啊？我怎么知道可以开票子不用付现金啊？如果你不知道，就不要自作主张。有什么事情，等我回来以后再决定嘛。你知不知道那笔钱是用来缴房贷跟汇钱的？好了，现在钱没有了，你告诉我，我到哪里去变这么多钱出来？你教教我呀。我不知道你等钱用啊，我只是想帮你忙嘛。就算你要帮忙，也得先问过我，你再帮啊。现在你把钱花在不应该花的地方，等于没有帮到我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每笔账都用现金支付的话，这个餐厅很快就会关门大吉了。有庆，